好，我这是我工作的地方，这是我的画室，是一个砖房子，那里面有很多的 artist 在里面。那我的画室靠水边，所以有的时候会大船经过，我们现在要去开大门。进行的，目前的名字暂时叫 Day and Night 日跟夜，这就是平常我工作的环境。我的两棵宠物植物叫马蒂夫，叫伯纳，都是以我喜欢的艺术家命名。好，先这样子吧。